空气空三强的地震甲地震，尾造成桃园有真侪建筑受损，同时补助财损建筑修缮，针对灰黄红单建筑是2000万的经费，已经提早用完了。目前是有183件在等候补，议员就要求爱自然提款。手回应，但红黄单补助申请结束了后，会将剩的经费只用唔是红黄单的候补案件。有的是态度落去，有的是憋憋气。空四空三花莲大地震和后壁的地震尾，造成汤池真侪建物受损。针对无予判定红黄单受损的建物，汤池政府是编列2000万元的灾害准备金，但是已经提前用了。目前有183件的候补，候补的社区讲补助有上限，部分先受理。每个人的地震灾损情况不一样啊，如果说是大面积的那个，当然政府是要补助的。除了活黄滩的社区需要照顾之外，还有更多的一般社区也因为这次的震灾造成公共设施很大的一个破坏，所以我们希望说后续的公部门应该要提拨更多的一个补助。议员表示讲，大地当时造成真侪建物都出现灾损，政府拨经费做灾后的重建，其中不是红黄单的建物申请是真侪，但是经费已经提前用了，目前候补的案件赶快是真侪，希望政府会当专案来提供灾害补助款。红黄单的部分已经有22个社区已经解除列管了，那我们将会在10月31号。受理截止后，针对红黄单的那个部分，如果经费还有余裕，我们将会拿来挹注候补的这一些社区。针对不是红黄单修缮补助的经费用了，建管处表示讲，目前拢总有236个社区送件申请，候补案件183件，申请补助的金额差不多1650万。等红黄单补助申请结束了后，就会将会当使用的经费整个补助在非红黄单的候补案件，会尽量去满足因为地震受损的这些社区因修缮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